Rock 的频道。这期视频是2020年的第一期视频，那在这里先祝大家新年快乐。这一期视频我想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不是特定的鞋款，而是一个特定的鞋底，就是来自 Warbam 的 Mega Grip。 那我手头现有的两双有 Mega Grip 的鞋子呢，你们可能之前有看我的动态也看到了，就是其中一双是来自 New Balance 的这一双 Hero V5。Alright. 然后另外一双呢，就是来自 Hoka Oni Oni 的 Tour Ultra High， 这一款颜色是跟 Opening Ceremony 联名的那个款式。那我就拿这两双不同价位的鞋，但是他们有着相同配置的外底，我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首先我们看一下鞋盒好了，从 New Balance 的看起吧。它是 New Balance 跑鞋的那种颜色，就是红色，然后这边有一个 Freshform 的 logo。 那它这个鞋款的货号叫做 MTHIER， 那我这个颜色是 White 白色，就是 W5 就是第五代的意思。那这款名字叫做 Hero， 这款鞋其实是 New Balance 他们比较当家的一款户外鞋吧。但是这个特定的款式呢，它其实设计来更多的是适合城市的日常通勤来使用。那至于说为什么买这双鞋呢，其实是一个挺巧合的契机。要说回那天发售这双 Hoka Oni Oni 和 Opening Ceremony 联名，然后我在他们的官网，我当天发售的时候呢，我本来计划是抢一双男码一双女码，然后当做情侣来穿。但是没有意外的是，我没有抢到我自己的码数。对，我2019年就一双发售的鞋都没有买到，都是买那些要不就过了季过了热度的，要不就是那些冷门的鞋，不出奇了。那反正最终到手的就只有一双女码。那其实我也没有说特意想要加吵架再去买一双高帮，因为我自己有双低帮的了，沙色的那一款，所以既然过了就过了，无所谓了。撞鞋是女码的版本，我就不在这个视频里面做上脚了。那我的体验都基于我自己的那一双低帮的沙色来给你们汇报。然后过了没几天呢，我在逛街的时候在 New Balance 的门店就看到了这双鞋。当时其实我并不了解这款鞋到底是什么来头，我只是单纯的被这个 V 底的小黄标吸引过去。我当时的样子就是，咦， V 底喔。其实我当时没有在门店购买，因为我了解不是很多，我是那种习惯做一定功课再去购买的那种人。那所以在我了解了这款鞋我觉得还不错，那我就在上网买了一双。我发现网上价格比门店还要便宜很多，那其实我实际到手的价格500多，不到600块吧，还蛮划算的。这两双鞋的价格差了差不多有3-4倍，但是他们用的一样的都是来自 Vibram 的 Mega Grip 的大底，所以我在这里也动了一个对比的念头。 Hoka 这一双鞋盒就是他们现在最新款式的这种有一个切角的鞋盒。OK， 然后打开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因为我是在官方提交买的嘛，那所以它会有一个提交的单据，然后每一个鞋底会有一个透明的膜保护，保护的鞋底，然后就是一个三包凭证的保修卡，我觉得这个真的挺好看的，就没有其他东西了。那 New Balance 的鞋盒呢，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就这样，里面的衬纸已经烂了，我就不拿出来给你们看。然后有一个来自 Vibram Mega Grip 的吊牌，因为我这双鞋已经穿了，所以我就把吊牌拿下来了，你们大概看一看就好。他有介绍，简单的说了几句关于 Vibram 和这个 Mega Grip 的信息，就这样。那鞋盒说完了，我们来说一下鞋子本身好了。先从New Balance这双说起吧，因为这双也是我觉得这期视频我比较想主要跟大家介绍的一款鞋。就是首先你可以看到它的鞋面是这种涂有 TPU 涂层的网面，或者叫织物面吧。其实这个你可以类比前两年
Stone Island 和 Nike 联名的那双 Sock Dart 的那个鞋面，差不多就是那种感觉，只不过它这个是全鞋都有这个 TPU 的涂层。它鞋面本身这个网面呢是非常轻薄的，非常透的，你可以看得到在画面中呢，是非常薄非常透亮的一个效果。那它透气性确实做得蛮好的，然后它有一个设计的亮点，就是它的鞋舌是双层的，在这个位置你可以看得到一个双层的分离的鞋舌，它的好处就是可以在你运动的时候避免一些细碎的砂石进到你的鞋里面。那坏处呢，就是它整个鞋带系统的包裹性做得不是特别的好，我个人觉得了，在我穿着体验的过程中呢，其实我是比其他的鞋款更夸张更用力的去拉紧这个鞋带，我觉得才刚刚好，可能我的脚比较瘦吧。那再过来一点，就是这个鞋面虽然说它有 TPU 涂层，但是它防水性真的可以说没什么。对，你可以看到画面上呢，我用水去淋湿这个鞋面，那里面的纸巾就直接是湿透的，然后它网面有一定的吸水性，但是软并卵。那如果对这双鞋有兴趣的朋友呢，最好建议你还是配合那些球鞋的防水喷雾一起去使用。这双鞋的后跟在这个位置呢，我这个颜色全白还有另一个全黑，它是有一个 3M 反光的效果，就包括后跟这个提环也是上面印着一个 trail。 那这个 3M 反光的效果，它同时不是纯色，它是有一点彩色那种全息迷彩的效果，我觉得还蛮好看的，那这也是我买这个颜色的原因了。我就想抛开这双鞋固有的那种三系的刻板印象，我想更多的去尝试一些跨界的搭配，所以这是我买全白的原因，因为它主打色是那双黄色带点蓝色和黑色的颜色，其实那个也蛮好看的，然后那个就很典型的，一眼看上去就是一双三系的球鞋，我就比较想尝试一些 urban 的效果。那正好我也想买一双全白的鞋当做日常的小白鞋来搭配，因为我本人现在没有什么日常的小白鞋，我唯一一双全白的就是这一双，就是这一双，这也是我为数不多肯花草价去买的一双鞋了，就是 Acronym 和 Nike 联名的这一双 Air Force One， 应该说是 Lunar Force One。 这双鞋就是又是 Air Force 又是 Luna 的这个版本，再加上它是全白，还有 Acronym 的加持，就是全中我的心，我也很喜欢。但是你们也知道，像这种比较传统的这种白鞋呢，全都是皮质的，然后你在刚上脚的时候，我不知道所有人是不是这样，反正我自己是这样，就是把这个鞋头的这个纹路压得整整齐齐的就比较好看，我不喜欢那种压得弯弯曲曲的效果，看起来很。我买它这双鞋当做白鞋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它这个鞋面很好打理，虽说它品质不是特别高，但是就是因为它可以说足够廉价吧，也让我很省心，我不会担心它脏或担心它破或者别的什么，它弯折的时候也不会有什么一些不好的褶皱，就非常好打理，那洗也很好洗，再配合一些球鞋防水喷雾的话呢，其实整双鞋在可以说全季节或者大部分的城市通勤来说都是足够的。当然我在做资料收集的时候，我还发现这双鞋呢在国外的一些其他地区有 Gore-Tex 的版本，那我觉得就非常棒了，对不对？有 Freshform 的这个非常好的回弹中底，然后有 Vibram 的这个 Mega Grip 的外底，再加上一个 Gore-Tex 的防水鞋面，就是我前面的视频提到过的那个 Invisible Fit 的 Gore-Tex 的科技。比方说专门应对于球鞋领域的鞋面粘合技术叫做 Invisible Fit， 那整双鞋我觉得就非常值得购买，但是颜色的话就见仁见智咯。我是没有在国内的网站或者是一些平台看到有 Gore-Tex 版本的信息了，这个感兴趣的话你们自己要去其他的地方找找看。然后就是简单说一说 Hoka 的这一双吧，这双其实跟其他之前 Hoka 的 Tour Ultra 的鞋型没有任何的区别，除了颜色之外，你也在球鞋的外观呢看不到任何它是联名版的痕迹，也是除了颜色之外，它唯一的一个品牌 logo 联名的信息就是印在它的鞋垫上，可以看一下在这个位置看得到吗？反正里面有一个 opening ceremony 的标志，除此之外呢整双鞋就看不到任何联名的信息了。但是这双鞋的皮质跟之前的版本好像不太一样，
它是有一点荔枝纹的这种感觉，不是之前那种全磨砂的牛巴葛。总体来说，这双鞋颜值还是挺高的，我觉得。Hoka 这个鞋，我觉得是它这个同价位来说，它的配置和耐用性都非常不错的，就你很难把它穿坏或者穿破，基本上你也可以不用很费心的去打理它，因为它这个鞋面的用料来说很扎实，然后全鞋面都防水嘛 ，Event 科技，所以它也是不需要刻意的去避免弄脏。虽然说它是纯白的鞋了，其实我觉得这个颜色会更适合女生来穿，而且好像如果女生想要买 Hoka 来穿的话，也是现在唯一能选的就是这个颜色，其他颜色好像是没有女码吧。要说这两双鞋的优劣呢，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不在同一个层次，没有太大的可比性。那 New Balance 的这双鞋唯一的优势可能除了它的价格之外，就是它鞋面的透气性了。它透气性一定是比 Hoka 好的，这个是不用去有疑问。那 Hoka 的防水测试这些我就不去做了，因为就显而易见的。那这双鞋我在喷了防水喷雾之后呢，我觉得效果也 OK， 日常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Vibrant 这个品牌呢，到现在大概是80多年的时间了，是一个算蛮老字号的品牌了。他们的 Mega Grip 这个配方号称说是干地湿地超强抓地，它这个配方主要做的就是在他们保证 Vibrant 一贯以来的耐磨性的同时呢，增加稳定性和不同路面情况的抓地力。那这个 Mega Grip 的大底呢，最初最多被应用的途径就是徒步的品牌的鞋款，还有一些攀岩之类的，就是这种野地户外山野的这种品牌最多用这个 Mega Grip 的鞋底。再后来会更多的受到一些下坡速降的运动，比方说 BMX 的山地自行车，或者一些越野跑的这种速降下坡下山路的这种鞋款上，也会越来越多的运用到这个Mega Grip 的鞋底，因为它在泥泞的道路或者一些湿滑的岩石表面都有非常好的抓地力和牵引力，尤其是潮湿地形的徒步或者短跑来说是非常合适的。那我这两双鞋呢，大家其实可以从他们的鞋底纹路看得出来，他们不是以同一个领域的鞋，应用场景是不一样的。像我之前的视频提到过的，设计不同鞋底纹路的思路呢，对应他们的使用场景是不一样的。那我在这里再放一次 Vibrant 那个图好了，就你们从鞋底的坑纹深浅可以看得到， Hoka 的这一双坑纹呢是非常明显的，整整齐齐的排列，一行一列都是非常整齐，然后它的坑纹深度是非常深，就像那种越野车的轮胎一样，一颗颗一粒粒很分明的感觉。那它这个抓地和小颗粒的深坑纹的设计呢，就是为了越野，为了徒步去做这种各种复杂的路面地形去使用的。那反观 New Balance 的这一双，你们有没有看到它的坑纹面积是特别大，然后纹路深度也比较浅，从侧面看它是比较平的，然后就是它的坑纹，它的这个牙齿，你可以说这种抓地点的这个排列呢是错位的，就不是整整齐齐的一行一列。那它这个所对应的场景呢，就更多的适合于城市郊野的这种小径，你可以说是不一定是非铺装路，但是是那种有砂石的那些小路，或者说是公园的一些小路，再或者说就是城市的一些路面。那它这个抓地力呢还是蛮有保证的。这双鞋最让我惊艳的一点不是它这个 Vibrant 的外底，而是 New Balance 自家的这个 Freshform 的中底回弹科技。我在之前我并没有太多的去了解过 New Balance 的这些路跑鞋，或者说叫马拉松专用的那种鞋，他们有一款好像叫1080吧，那款是应该是他们当家的路跑鞋，好像说是反响和口碑都很不错，他们采用的也是 Freshform 的这个中底科技。那到了这一双鞋，这双 Hero V5 呢，它的中底跟1080的那个形状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它的回弹性、它的减震、它的稳定度我觉得都非常好，在我几天使用下来呢，我觉得很惊艳。那上一次让我有这种感觉的科技呢，就是 Adidas 的 Ultra Boost， 哦对，还有匹克的那个太极的拖鞋，那个也挺厉害的，但是他们还是不能类比，不太一样。这个鞋呢，我觉得它更适合的就是长时间走路啊都非常的合适，因为它够轻，同时它回弹够好，让你的脚不会有太多疲惫的感觉。但是我并不是很确定呢，就是这双鞋如果长时间站立不动的话，它会不会让你有脚酸的情况，因为我还没有试过。那我在未来也会持续的穿着。
那要说到这双鞋最亮眼的地方，先不说配色吧，就是它后跟这个非常大的凸起，你们可以看得到它这个稳定片。这个形状大的有点夸张了吧，它虽然有点像 Ultra Boost 那个设计，但是它整个凸出来的长度要大很多，它整个尺寸都大了一大圈。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点在设计性上超越实用性的感觉，就是仅仅是为了好看去做的。因为在我日常我并没有感觉到它带给我有增强多少的稳定性，那反而就是在我脱鞋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支撑点，仅此而已。那刚才说到 Mega Grip 这个科技呢，是2012年的一个研发出来的结果。这个橡胶配方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兼顾了耐磨性和防滑性，因为这是传统橡胶都没有办法兼顾的两点。那 Mega Grip 就打破了配方越防滑就越不耐磨的这一个定律，在显著提升它的防滑性同时呢，保留了它有一定的耐磨性，并且在保留这两个特点的基础上呢，它还有一定的自洁功能。比方说在平滑的地面上，你的鞋底可能会沾上一些灰尘，一些微小的尘啊、泥土啊，那这个会影响这双鞋的抓地力，导致这一层人为的表面附着在你的鞋底呢，可能会使你在干燥的岩石表面也会有打滑的情况。那所以呢 Mega Grip 这个配方呢，能保证它有一定的自洁性，就是减少这个橡胶的粘性，让它不那么容易沾上这些泥土、这些灰尘，那就能保证你在干地或者湿地都有非常良好的抓地和耐磨。那像 Vibram 呢，除了在给其他一些不同的品牌去提供他们制作的优秀的鞋底之外呢，他们目前也越来越多的开始自己生产一些其他的方向的一些款式，比方说可以套在任意鞋底外面的那种，有点像冰爪设计的这些橡胶外底，然后还有就是像我说的这一次说的 Mega Grip 的这种配方，还有他们有一种在湿滑冰面表面的配方叫做 Arctic Grip， 就是我之前在Sneaker Con 他们的 booth 有那个大冰块拍给你们看了。那他们现在还有一种叫Soul Factory 的换底的一个服务，就是不管你是什么鞋子都好，只要你的鞋面还好穿，即便你的鞋底磨破了，那你也可以去给一定的费用去更换一个你喜欢的 Vibram 的外底，那保留你这双鞋可以继续的为你服务。他们也越来越多的跟潮流界或者说时尚界的这些品牌的关系也走得越来越近了，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口碑这么好、这么老牌的一个橡胶外底的品牌呢，其实是所有的球鞋品牌基本上可以说都很需要的一个伙伴。那也希望大家借着我的这期视频呢，对于 Vibram 这个品牌、对于他们的一些产品或者说他们的品牌的宗旨有更好的了解。我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一句，不要盲目的迷信这一个八角形的金色小黄标，买球鞋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使用需求去出发，不要盲目的追随品牌。那这是我想在这里提醒各位的，大家消费要理智，不要乱冲，好吗？那 Vibram 呢，在中国的广州市有一个非常大的研发和测试中心，好像里面挺好玩的，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进去体验一下。那这两双鞋我分别在不同的环境去做了差不多一样的体验的感觉。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干燥地面、野外地面的话防滑和抓地的情况。我大概的去体验了一下，其实这两双鞋在这种干燥的郊野的这种环境呢，抓地力都非常不错，没有孰优孰劣的这种感觉，可能这是 Vibram 这个大底所带来的优势吧。因为你可以明显的看到他们的鞋底纹路设计不一样。那由于最近广东天气实在是太好、太过于明媚了，一直都没有什么下雨或者湿地的场景，那我就自己大概在光滑的瓷砖地泼点水模拟一下，大家也不要自己在家尝试了，因为我这个测试也不是很严谨，就我自己来冒这个险好了。那你可以看到我把瓷砖地淋湿了之后呢，我在上面尝试做一些滑行或者是摩擦的动作，很明显我能感觉到两双鞋的抓地力都还不错，但是 Hoka 的这个底纹路的设计呢，表现还是要优于这个 New Balance 的这个底。那我觉得这个
不能让 Vibram Mega Grip 的配方来背锅，主要还是他们纹路设计不一样导致的这个差别的结果。那实际体验下来，其实他们两个在湿滑光滑路面抓地的这种程度其实不相上下， New Balance 会稍微逊色一点点，但是也没有说逊色到会让你摔一跤，日常使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说回 New Balance 上写的鞋面吧，你们可以看得到它这个 TPU 的涂层纹路呢是有疏有密的。那我现在我不确定每双鞋的纹路是不是都一样，因为我有对比过几双不同的鞋，好像是同样的位置他们的纹路不一样，但是整双鞋的这个疏密程度呢，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科学的计算过，能保证它的网面在有良好的支撑性、良好的耐用性的同时呢，也有一定的透气性，在这方面呢，它应该能做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平衡吧，这是我对它这个鞋面的一点感受。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呢，我觉得New Balance这双鞋在这个价位来讲，基本上可以说就是买鞋底送鞋身的这样一个配备，有点像平民超跑 GK5 的感觉。不同的价位当然有不同的受众人群，也有不同的使用场景和领域，所以这两双鞋没有办法放在同样的一群人里面去做对比。 Hoka 这双鞋呢，可以说在它这个价位里面是非常好、非常优秀的一个产品。那它的配置够高、够丰富，然后它耐用性非常好、非常的可靠，你基本上买了它，你就不需要为它再有过多的担心，它非常省事、非常的耐用。那反观 New Balance 这一双呢，这么便宜的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又有 Vibram 的 Mega Grip， 又有一个New Balance 的 Fresh Foam， 我觉得这两个就已经足够对得起这个价位的配备了，鞋面就纯属是附赠而已。当然了，撞鞋搭配其实也是很好看的，因为它这个造型真的也非常的得体，非常适合日常搭配。撞鞋的颜色有很多，比 Hoka 要多很多，然后它的配色使得它在我看来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那其中一个是比较偏 urban、 偏都市一点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偏山系的、偏运动化的感觉。那我在这里呢，还是因为天气的关系，本来我是打算在降温的时候呢给你们做冬季的穿搭，但是没想到太阳一出来一切都变了，所以我就把这个视频先放在提前讲了。那关于这双鞋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穿搭更多的一些搭配的造型呢，大家可以留意我的下期视频吧。那我在这里先卖一个关子好了，那这双鞋我就简单的给你们做一个上脚的体验。那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我是在 cosplay 一个朝九晚五的板仔出来放飞自我的这样一个场景。那总的来说呢，我买这双鞋的这个配色很大程度上一个是为了对比这个同样外底的 Hoka， 再一个原因就是我确实很喜欢拿它当做一个日常搭配的小白鞋。那如果你们觉得白色不太好打理的话呢，我还蛮推荐 这款的全黑色，因为它也有这个 3M 的后跟，样子也蛮炫的。或者说你比较不喜欢全黑或全白这种这么典型的刻板的这种搭配，你就尝试一下黑白花的那一款。对于都市来说，或者是一些小小的机能 urban， 我觉得都不错那个配色。包括如果你想要去山西会运动一下，那个颜色应该还蛮耐脏的。那如果你是衣柜里山西的衣服比较多，然后你平时搭配也是那种偏复古啊、山西啊、工装啊这样的，那我觉得你可以去尝试它这种，或者说它主推的那个颜色就是黄色为主然后蓝色为辅的那个，或者是我另一个我也蛮喜欢的，就是有点灰蓝的配色。这两个配色好像都是男码的，女码那边就有一些红色啊或者是紫色，这种比较蛮山系的感觉吧，那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那总结一下了，这就是同样的 Mega Grip 大底在不同价位和不同鞋款上的表现。那我知道我自己的这个测试呢有点山寨，不是很专业，但也是我自己最主观的感受，那希望能给你们一些帮助吧。如果你更喜欢 Hoka， 或者说你更需要 Hoka 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呢，那你就去买 Hoka， 因为这个鞋现在好像也是接近原价的价格吧，不管男生女生的码数或者是颜色都不是特别的高的价格。如果你用得上，那你就去买，风险由人。两款鞋在各自的价位都是非常好、非常优秀的产品。那如果你想要一双便宜
省心，脚感又很好，也非常舒服，不会说很难搭配啊。这样的话，那你就可以考虑一下 New Balance 的这一双。那当然，如果你是那种有越野跑的这种习惯的一些爱好者呢，我觉得你应该先去试一试，因为我本人不是越野跑专业方面的人士，我给不了你太多越野跑关于这双鞋的体验，关于它的运动性能，我在这里还是要保留一下意见的。但是在日常使用和搭配来讲，这双鞋我是完全推荐。那这就是这一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感谢你看到这里。那如果你觉得我的内容还不错，你喜欢并且对你有帮助的话呢，那希望你把它分享给更多人看。然后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话呢，记得点一下订阅了。那我是 Rock，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